远离高温，以防脆化折断。所以高温可以把它脆化折断。 How to 高温啊？用我们的热情，就是我的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对，照亮整个，对对。转动，注意两个不要同时转动。但是为什么咱们要操控这个呀？哎啊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 他们肯定是把所有的灯聚到一起，然后会在一个点上，然后把它烧热。哦，你看可以，是这样的。啊，果然这样一直烤灯就会。